我觉得还是恢复原样的好。哎呦，你到底干什么？一会儿要开会啊。哎，想好了。这不是看错病用错药啊，这是用什么药的问题。医药代表受贿。 行，只要你想明白了就行。反正你是今天第一天当主任，都来了。有些话呢。 我不想反复的说，这缝合室的缝合包用完了，为什么不能马上的清理啊？严格的放进污染池啊？吃饭在什么地方吃？啊？这除了休息室和餐厅，任何地方不允许就餐。这墙上的血渍、药渍、污渍，怎么就不能及时清理呢？私人用品禁止占用公共空间，这些行为规范医院的墙上到处都是。没事的时候多去看看去。 散会。好，还有个事儿。就在今天，市中心医院又一个医生被刺伤了。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咱们医院也发生，但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，保护好自己。 主任，您刚才开会就一件事没提，那药的事儿。别的事儿我全认，那药的事儿我不认，因为我没拿里面一分钱。这事儿过去了啊。过不去，是别人让我这么做的，我不做不对，做了也不对。再说了，那药你们也都用过呀。行了，别说了。我也说完了。 老徐，哎，哎，院长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姐夫是不是整形科的呀？啊，是，张远涛是我姐夫。哦，哎，我说主任啊，刚才我怎么招您了？您给我提个醒，下次我改。刚才不好意思啊，太着急了。老徐，你能不能找你姐夫帮我个忙啊？行，您说，没事，没问题。 我这儿有个病人，啊，能不能先转到他那儿去？哟，我姐夫那儿整形科呀，您把人转那儿去，会不会出问题啊？没关系，我找专家会诊的，出了治疗方案，他们那边执行就是了。啊，行，他们那儿也没有多余的除颤仪跟呼吸机啊，我给他推过去。 缺什么我给他送什么。哎，主任，您这不难为我吗？哎，老徐，咱互相帮忙吧。啊，姐夫，啊是我。哎，你们那有床位吗？啊，有啊。啊，行行行。
好，那就这么着。啊，好，搞定了。多谢。哎，主任，我们这药您怎么看？回头再谈。方大哥，郭主任，你怎么不换衣服下班啊？不，我待会儿上夜班。哦，夜班啊？啊，哎，那你白天怎么过来了？我白天那是打酱油来了。谢谢你啊，白天赶过来帮忙。我今天一定让你们很失望吧？没有，我觉得你很胜任主任这个职位。你给我们一个惊喜。可是我对自己很失望。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你想要的工作。方大夫，哎，关主任，不错啊，上任第一天急诊居然没死一个病人，福将啊。那明儿见。啊，明天见。对对。累了，回宿舍还是回家呀？我送你。今天是不是有点太过了？反正我觉得你尽力了。我真没想到，原来当主任这么累。明天我就写辞职报告。回宿舍还是回家？随便。还是安好娘最疼我，吃了我就爱吃饺子。各小组注意，各小组注意，田水源小区患者妞妞发生抽搐。总台117组收到。马上前往田水源小区。方大夫，哎，好些了吗？哟，谢谢您惦记，好多了您呢。咱走着。好嘞。妮子。知道我中午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吃吧，还热乎。康师傅，得了吧，您这一顿饭分成三顿吃的人，我可不敢跟您抢啊。我早吃过了，这是专门给你带的，跟我还客气，吃。我也不。哎，放射科，哎，我们那个胸片什么时候能到啊？长方胸片，快点啊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急诊拍片是干什么吃的？怎么到现在都不见了？这事真大啊！你干什么吃的啊？等了这么久了啊？那个大姐，你先别着急，你看到了吗？我正给你催着呢。那个长方胸片啊，现在在重症监护室，他一会儿就能过来。哎呀，我能不急吗？我等了这么久了。哎，你再等一会儿。好好好好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哎，真是的。
是你打的急救电话吗？对对对，是我打的，是我们家妞妞，她这两天不吃不喝的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而且有的时候她还会浑身抽搐。孩子在哪？在里面呢。带我去看看。大夫来了，快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来，让一让。对，主任，您找我啊？坐，给。这什么呀？这我们老家安徽刚刚下来的新茶，六安瓜片。哎呀，咱们之间用不着这么客气啊。那您说这话可就客气了，谁让您是我老师呢？坐吧，正好啊，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看最近呢，我实在是太忙了，连台像样的手术也没做成。我要是继续做你的指导老师呢，我怕会耽误你的前程，所以我想啊，我就跟着您。你看你们这刚拿到处方权，这个阶段对你们来说是个考验，必要的考核也会有不少。可是你最近的临床呢，接连出现状况。我希望你多花点心思啊，放在你的工作上。我就跟着您。这会影响你业务上的提高。我只跟着您。那要不这么着，名义上我还是你的指导老师，临床上有什么问题，你要多请示苏大夫，好吧？汪大夫行吗？嗯。行，汪大夫，来吧，康师傅。抽搐，那姐们报警用词还挺专业。117车组，明月大厦1502，有人报昏迷。请问是地球人类吗？你说什么？天水小区5岁抽搐的妞妞是一条宠物狗。放心，1502肯定是人，我们刚刚还通了话呢。师傅，过来一下。喂，我们那长盘胸片什么时候去拍呀？有没有人呐？怎么又是你啊？那个张鹏奇在重症监护室还没回来呢，要不然你再等一会儿。等什么啊？等人死了你们负责呀，我们又不是没交钱。我也是来帮你看机器回来没有的，要不然我帮你再去找找。你在这儿先别影响正在检查的患者，行吗？你就会糊弄人。好好好，快快快快去快去，这么久了，什么护士？小组注意，中招路邮电大楼拐角处车祸。总台，这里是117组，准备前往邮电大楼。收到，116组，请前往远大路口救助。总台，这里是117组，究竟我们是去远大路口啊，还是去邮电大楼？收到，117组，请前往邮电大楼救助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有些技术故障。技术故障？您老人家可不能出故障，您老人家要出了故障，病人可怎么办？康师傅，我今天才发现啊，你的脾气还是挺好的。嗨，这不是有妮子坐边吗？要不我早就开骂了。哎呦，康师傅您可得了，您这开了十几年的急救车呀，坏脾气早就磨没了。哦，真的。等他呢，你交给我吧，我用完了给你送回来啊。也好，我都快忙死了，谢谢刘护士长。哎，刘护士长，哎，防止辐射，加强自我保护。好嘞。
报这儿，哎，怎么来晚了？是不是堵车呀？是你报的昆明吗？对对对对，今天哎，我们家搬家，这块这呢找了帮搬家公司的，他们说什么都能搬，就是老爷子搬不了，他们怕这儿出危险。这帮孙子也忒鸡贼了。那个哎，咱们搭把手，这路也不远，咱们就去望京。来，咱们别闲着了，帮个忙呗。去了啊，现在都推过去了。知道你们急诊忙，可这安抚工作也得做呀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喂，怎么回事呀？请你们快一点。急救车已经在路上了，马上就到。你们能听到告诉方吗？我们已经派出救援人员。总台，这里是急救117组，我们已经在邮电大楼附近，没有发现车祸现场，也没有发现伤员，有补充信息吗？没有，系统还没有恢复。得，我就在这附近再转两圈吧。我早就说过，这电脑啊，哪能代替人脑啊？这人脑啊，早晚被电脑给算计了。给您拍个片子啊！哎哎，轻点轻点啊，不然我还投诉你。这是我妈，你可得好好给她治。哎呀，这都湿了，你得给她擦擦。小张，小张，哎，护士长，你拿个纱布来。好，把这后面汗擦擦。来，他们过来。好嘞。大家都站远一点吧，防止辐射。大爷，您不能在这儿，这儿有辐射，我们先出去一下吧。他一个人。大爷没事儿啊，一会儿就好。别怕，有大夫呢。大妈没事儿，给您拍个片子，一会儿就好啊。行了，你们站远点吧。护士长，那你呢？我没事儿。注意安全，防止辐射啊。康叔，你看那边有一些人。哎，没错，就在那儿。小贺，做好准备。帮你推，啊，大爷，大妈呢离不开人照顾，你先去吧，谢谢你了。哎，那谢谢你啊。咋了？又挨骂了？没有。我听说遭到投诉了。知道正常就别委屈了，再哭长城哭倒你负责呀、啊！我才不会因为我 IP 掉眼泪呢。
我就被我自己感动的。刚才拍穿方胸片的时候，为了安慰患者，我都没回避辐射。啥精神，啥境界？敬天地，气鬼神吧。这花你能耐的，我警告你啊，这辐射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。定位系统一装啊，车里一空，总裁立刻就知道。一天12小时班，出8趟车，连打嗝放屁的时间都没有。总裁，请重复地址。展览楼3号。地址确定吗？别到时候又找不着。哎，是食物中毒吗？肯定是，请马上出发117组。明白。嘿，你倒替我做了主了。行了，快走吧，康师傅。社区有人报警，红砖楼303，一位62岁的老太太从楼梯上摔下来，昏迷。南大门东里，嘿，我们家那边。红砖楼303。怎么了，康师傅？这不是你们家的地址吗？要不咱们过去吧。咱们前面掉头吧。不用了，肯定会有车过去。总裁，我是王小涵，请问南大门东里的患者有没有小组出车？喂，有没有车过去？来吧，我老娘还说今晚上给我包包子。各小组请注意，南大门东里社区有人报警，红砖楼303，一位62岁的老太太从楼梯上摔下来，昏迷。怎么还没有人接警吗？现在车已经过去了啊！要不这样，你专心开车，我和你家人联系一下。谢谢。肯定会没事。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这里有人打急救电话吗？总裁，我是117急救车，我们正在赶往食物中毒现场。请问刚才南大门东里的那位受伤患者现在送到了哪家医院？请问送到了哪家医院？啊，已经接到病人，现在正在找接收医院。就是食物中毒，要是心肌梗死呢？心肌梗死你们这个啥病？是是，对不起，今天我们调度还出点问题，抱歉吧。抱歉，抱歉有用吗？真的对不起。
怎么病人送到哪儿都显示不出来呢？为什么呢？王大夫，别急，我妈已经上了急救车了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我妈那个人啊，你一看就知道，是个特有福气的老太太。就是不明白，你说今天天多好，又没有刮风下雨打雷闪电，是不是？更没什么海啸和地震，为什么会是这样？汪大夫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次我们出任务，要是我们到晚了，或者是找错了地方，我心里，我总是在想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早到一点呢？也许就可能挽救一条生命。我们是干什么的？不就是救命的吗？是联系人和医院和安全之间的纽带。哦，他说瘫痪就瘫痪了，说罢工了就罢工了，他必须得有个说法。汪大夫，这就是个系统。错，犯错误。如果厨子犯错误了，大不了菜不好吃了，我不吃了。如果是电视台犯错了，大不了转播我不看了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急救系统如果犯错误，那是会出人命。大夫，你别着急呀、啊！我倒要看看这帮不负责任的家伙在里边干些什么。谁是管事儿的？哎，你好，你找谁？你是管事儿的？您可以和我说。你听着，你们今天犯了不少错误。首先，我们按照你的任务指示到达第一个现场去找一个伤者，可是找了20多分钟都没有找到。还有，食物中毒现场，2辆急救车，为什么？怎么调度的？再有，我们司机的妈妈摔伤了，可是连送到哪家医院都不知道。我想听你的解释。好，您说完了是吗？说完了。啊，那您现在听我说一下，今天早上我们的系统崩溃了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用的都是备用模拟系统，没有 GPS 定位。您所说的救护车在哪里，我们根本看不到。您看一下，现在我们这儿也是一片混乱了。这些都不是理由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在外面那可是在救人，分秒必争的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在外面，那您现在来这里是做什么呢？您是来给我们做思想工作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跟你吵架的，也不是跟你上课的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们干的这件事情要非常准确，要不然我们怎么去救人，明白吗？我看您根本不了解我们的工作，要么这样吧，您自己亲自来试一下好吗？郭月，你叫郭月？对，我就是。来，请吧，这有什么难的？现在电脑全部瘫痪了，我们只能人工操作。那个是我们之前的工作屏幕，没有故障的时候，屏幕上可以清晰地显示出事故的报警地点，还有救护车的行驶轨迹。但是现在真的很糟糕。我该怎么做？这个是非紧急电话，这是你的耳麦。然后呢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开始接听。你还是说对不起，你还是说对不起。Excuse me, pardon. What?是俄语，我们有8国的语言翻译功能，24小时的服务。连这个，好，开始翻译。他说邻居家的狗咬伤了他的儿子，他儿子流血不止，他要杀了那条狗，他还要揍那个邻居。这样，让他用按压的方式止血，下压，用身边的毛巾或者其他的干净东西止血。问他伤口在哪儿？是在脖子上还是在腿上？伤口在什么地方？伤口在他的腿上。好。我们会火速的派车过去。对，火速。地址是在什么地方？辅石桥往北，路西第二个路口，双语路18号。周围有什么车在哪？265号。265号，怎么指示他？这个。喂，265号，火速去辅石桥双语路18号附近。对，有一个狗咬伤的患者。2级需要止血，over。急救2的5收到，马上过去。
OK， 有什么难的？汪大夫，你的活还没完呢。还有什么？刚才孩子的爸爸说要宰了那条狗，并且要揍那个邻居，你得报警呀。报警？按哪个？报警这个。好。110指挥中心吗？这里是急救中心。是这样，有条狗咬伤了邻居的孩子，邻居呢是个外国人，情绪非常激动，必须马上派车过去。地址是在浮石桥附近，双榆路18号。Over。好的，收到，我们马上处理。怎么样？还有什么事吗？王大夫，您刚才接了那一通电话，用了1分半的时间，但我们的规定是30秒。30秒。博玉，我们干的是两个不同的行业，但是需要互相了解，互相理解。互相理解。你干得非常不错。下班了，上班了，你上夜班啊？行，下班了。您介意不说啊？什么样啊？哎呀，神神秘秘的。哎呀，哎，我说你最近忙的都没时间八卦了吧？哦，姐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啊！我今儿来啊，还真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一点心意，还忘笑呢。这月钱花秃噜的，正愁这甜品钱从哪儿出呢？见者有份啊！见者有份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啊！有什么阴谋诡计啊？赶紧招！就是啊，你这儿啊，时常上上供也是给我们应该的。哎，你可看见了啊？这巧克力我可没吃啊！你有事儿找他们去。哎，护士长，这回你也吃护士短了吧？各位，各位女侠、美女、萍姐，其实我要请你们帮的忙特别简单，就是配合我一下啊，给我点尊重。你这是在挑我们理儿，嫌我们平时没对你3拜9叩呗？不，绝对不是这意思。哎，别打岔啊，你快点说，那记性跟金鱼似的，一会儿就全忘了。快说，什么事？就是这么回事儿，我爸的领导明天要来咱们医院看病，我只求你们看着我的时候啊，点个头，说一声江大夫好。现在群众演员都得50块钱一天了，这有词儿的不得更贵呀？拿走了。你这样啊，想指挥我的病哈，一人一盒，外加一顿大餐，这事儿才有的谈。一人一盒，行啊，萍姐，没问题啊。我去看看他吧。谢谢妮子，我妈现在在中心医院 ICU 里，太晚了，不方便探视。康师傅，今儿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了，阿姨是个有福之人，一定不会有问题的啊。妮子，明天你替我跟汪大友说一声，谢谢他为我老娘的事着急上火。您明天自己说呗。明天我就不来了。康师傅，怎么了呀？是阿姨那儿出现什么问题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妈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但是需要人照顾。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。您是不来了吗？那我们怎么办呀？我跟关大夫是要说一声。不，跟大家伙说一声。妮子，别添乱了。像我这样开了10几年急救车的，按你们时髦话来说，也算奇葩了。即使没有我妈这件事，我也打算退下来，干不动了，真的。只是
舍不得你们。王大夫，我听苏丽说你前几天发烧了。我到现在还病着。是吗？要不然也不会干出这种让我后悔的事情。你干什么了？怎么了？一定是把以前的什么秘密告诉苏丽了吧？你放心，你只要是没告诉我刘亚平，那就没事儿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全院都知道了。哎，你们俩都在啊？啊，哎呀，苏丽，汪大夫今天一天呢带病工作，值得学习啊。我听说你今天勇闯调度室，还给一国际友人接诊了。啊？有这事儿？所以我正为这事后悔着呢。嗨，其实我们早就想去那里看看了，这不你正好替我们解密了。说实话，我今天真不应该去那儿，还跑去指责他们，他们其实蛮辛苦的。哎。精英也会自黑啊，态度还不错嘛。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了，以后你要跟他们混得熟，有空也带我去那儿玩玩。那个，对吧，关大夫？啊？啊？哦，是是。哎，那你们聊吧。啊？我们这聊什么呀？我进来之前你们俩聊什么呢？那就说汪大夫生病了，关心一下嘛，是不是还发烧呢？哎，他没事儿。你应该去关心关心康师傅，他妈住院了。啊？来咱们医院了？这事儿你也不知道？就是今天跟汪大夫他们出车的时候出的事儿，住中心医院了。啊？哦，行，我回头就去看看他去。啊？哎。你们俩真是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啊！他那个，我还是先去关心关心我的病。没有，他就是脾气好，脾气好。对不住啊，我不该当着人家的面对你指手画脚的。我没觉得呀。那你说，我还应该去关心关心谁呀？啊？阿姨，不能急，这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是不是？越着急，这病越不容易好啊。那您踏踏实实养病，然后让康师傅好好照顾您。我们先回去了。行，您先歇着。没事，应该的，应该的啊。谢谢了。哎，你们，哎呦，都来了。康师傅，康师傅，谢谢。还说见不着你了。那个，这是主任今天值班派我们过来看看阿姨，谢谢。看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，您就说话。好好好。嗨，咱急诊室都是一家人，您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家人。行行行，过日子嘛，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。是吧？以后有困难，这不还有我们大伙儿吗？啊，互相搭把手，帮衬着就扛过去了。就是就是。好，谢谢谢。哦，对，主任让我跟您说，您就踏踏实实照顾老太太。什么时候老太太好利索了，您再回去上班。我。哎，康师傅，你一定得回来，我们所有的人都等着你呢。车组离开你不行的，而且汪大夫还说了，您要是不在的话，他都成不了男神了。嗯。这肯定不是汪小涵说的。既然大家这么看得起我，苏大夫，你回去跟主任说一声，困难是困难，但是咱能克服。嗯。